哇，小雨姐，我们的羊都跑到外边了，都跑了，满山遍野的羊，喜羊羊、美羊羊、红太狼回。哦，小雨姐姐，你家里还藏了一只羊，它好像打算阴你呀。喂，是谁？他在小雨姐姐家准备阴小雨姐，我们今天决定要吃了你。默默，你别把奇事又召唤出来了。没事，我有点火器，你快点，快点的，快，小雨姐。哇，他听到消息了。走漏风声了，他要跑了，快点！哇塞，我从我这里可以看到地瓜家耶，小默默，厉害，小雨姐你快点，他要跑了！来了来了，别急，我劝你不要再做抵抗了，赶快给我进去！来，小野，来小野，你抓住尾巴，我抓住头，咱俩给他架进去，让他尝尝你很多女人的手段。默默，你给我上一边去，你！小飞羊哪里逃？你妈呀，小伙子挺聪明，跟我这躲火的你。九，哎，我给他挡住了，默默。火焰很多，我喜欢，他马上就要洗掉。哎，哇哦，两块肉。好，默默，我一块，你一块。啊？那你意思烤焦的这一块就给我了是吧？哇，默默，你可真聪明。啊！我刚才准备把你连着一起烤了。呀，上一期挖水滴星球还有两个宝罐没用的，小雨姐，来，咱俩比比手气，看看谁的运气好。啥宝罐呀？这放哪儿啊？那就放这儿吧。来，小雨姐，看看谁运气好。你要斩哪个，小雨姐？哎呀，这看起来可真是太让人难以抉择了。哎，你快赶紧的喂，你别浪费时间，赶紧的。哇！我的天哪！哇，小默默，这是从哪捡的罐子呀？我丢，你砸出个啥东西，我丢。来小雨姐，来看看默默的手气。哎，不是，还是啥手气呀？这不直接就输了吗？都十巨人雕像了还比个屁呀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拼搏一下。去一边去。对了呀，小雨姐，咱们可以在传说大陆做一个博物馆呀，神器博物馆，到时候带我们集齐十大神器。默默不是七把吗？瞅你这话说的，有几把神器，那不都我说了算吗？哦，那倒也是。好，神器博物馆开启了第一天，接下来我就放下我们神器博物馆的第一个镇店之宝。好耶，我们要发大财啦！啊，不是，话说回来，这和发大财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传说大陆默默小雨神器博物馆终于做好了。默默最棒！一个客厅。话说小雨姐，咱们家这个上边的设施不行呀。咋了？哪里呀？上面这么大一个坑，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小孩站在上面撒尿尿，咱俩头上那可就不好了。说的也对哦，不过话说谁会撒尿呢？我觉得小孩倒是不至于，流浪汉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你是说兔八哥吗？那谁又能知道？我们走。默默，我走啦，来追我呀！哇哦！哎呦，哎妈，小雨姐你玩的挺生猛呀。默默来啦！哇吼！哦，这个水水好凉凉。哎呀妈呀，小雨姐多久没洗头了？看鱼在你头上找气的呢。啥东西啊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快洗洗头吧，小雨姐，快洗洗吧。你们找默默去。不会的，小雨姐，他们找了你就不可能再找我了。好，沙子挖够了，接下来就需要最后一步了。小伙伴们去过博物馆的都应该知道，博物馆多数都以 O 型或者是 U 型的格局进行建造的，所以咱们现在呢也要给咱们这个博物馆做成一个 O 型或者 U 型，方便人们参观，顺便连带着咱们家。哎呀，借机又把自己的小窝扩大了。好，博物馆的落地窗，这边一个 U 型的走廊就做出来了，整体的镇馆之宝也是加以透明墙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啥东西？哎呀，从哪追过来了？我收拾你！呜呼，走路！啊！传说大陆第一家神器博物馆开业了，小伙伴们记得来参观哦。把公屏打在默默上。改革村坊揣满地，默默地图真帅气。今天怎么又迎来了重大更新？我不会又在出生点吧？哎，你说这话我就不想听了，小燕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又在出生点。你们知道我为了做这个头，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吗？默默，我一边去。小燕妹妹，不要打扰我凹造型，好不啦？
来来来，大家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咱们言归正传。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，咱们的复活大厅经历了半个月，终于升级了。如今它叫真龙殿，而里边的设施呢，我也想必大家一定十分的喜欢。大家往这边瞧，星际传送站对面就是公告更新栏。那么星际传送站呢，专门是方便我们像这种大懒货、地瓜、小燕子妹妹、小叶妹妹等人使用的。来，快夸夸我，想得真周到，不错。好，接下来就到了咱们版本更新最让人激动的环节了。我相信其他人介绍的应该都是很笼统正统的，这默默这里，咱们这次主要更新了疾兵之魂还有等级神刃两种装备。这个疾兵之魂呢，我们所给到的提示是方块，那也就是说它的合成是跟方块有关的。其次呢，就是等级神刃了，是具有升级养成类的神级武器。是不是非常的好奇，非常的想知道，非常的想了解呢？其实还好啦。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既然如此的话，继续说下边的这个啊，这个叫据点仓库。作为房主的默默，哎呀，更新了，自然是要给小伙伴们准备一些礼物的。今天准备的呢，就是刚刚更新的18般乐器啊，当然这里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，7把乐器，其他的可以不拿，但是唢呐必须得拿。哎，完事到时候可以帮咱们的小伙伴愁月。与此同时，作为贴心的房主，自然不能光更新就完了，还是要给小伙伴们准备一些礼物的。我特意准备了6个陶罐，哎，咱们大家来比比手气，来，大家集合一下，咱们一人挑一个罐子，看看谁的手气最好，最后必拼出冠军。那么也将就意味着他会获得默默的一个精美小礼物。放好罐子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大家，我准备好了。我丢小叶妹妹那个罐子比人都大了。默默，默默，你干啥去啊？兄弟们，我还有事，活动咱们下次再比吧。唰！哎呦我的妈呀，我都没准备礼品，我还以为我会赢。咱还比啥呀？一颗罐子我就输定了呀，小伙伴们，赶紧回家吧。莫非来了，小雨姐还没回来吗？没回来我就借你点东西啊，小雨姐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小雨姐答应了，咱们一会儿借点啥呢？借点吃的吧。哪来的睡觉声音？谁在家睡觉呢？哎呀妈呀，这两个臭不要脸，你把别人家当旅馆了，你啊干啥？这下边还有一个呢。算了算了，懒得管你们，咱们先赶紧救出咱们的神器。有了神器，咱们就可以在小伙伴面前耀武扬威。疾兵之魂可以冰冻一切，我们要用它把虎妹子做成冰雕，搬回家当雕像。实时这小伙伴们知道吧，哎，就是那种骨块岩石细沙块还是比较好找的。哎，那么剩下的这个冰块、蒙眼星石块和硫磺岩就需要咱们外出一下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直接出发，虎妹子等着变成冰雕像吧。